60米的高空之上，考验的是体力与胆识，谨慎熟练地跨出的每一步，只为搭建电力的网络。30米的城市底下，考验的是耐力与技术，流着汗水所打拼的每一尺，只为贯通电力的动脉。电网建设施工难，米米推进皆辛苦。台电推出强化电网韧性建设计划，透过电网再升级，让供电更稳定。